OK， 来，我们来看呢、啊。如果有这边呢，都打开六十六面，哎，这个厚的比较厚的六十六面。六十六面有吗？有没有六十六面？你们？第一面吗？第一面六十六面。啊哈，对，六十六面。嗯。有。谁面哪来的？和谁呀、啊？谁面哪来的？啊。有。你好。嗯。六十六面呢、啊？来，不要讲话了。六十六面呢、啊？圣经中关于使徒和先知的两个例子，六十六面呢、啊？耶利米未出母胎就蒙召为先知，啊，至于保罗有无数经文说他蒙召做使徒，他在十封书信的开头承认自己蒙召为使徒，他展现了使徒的成果，然而他也展开传福音的行动，在各教会做间巡回，他牧养某些他所设立的教会达数月过数年之久，他教导神的话语比谁都强，还受圣灵感动写下十四封书信，后来成为新约书卷。尽管有这些侍奉，但他从未说他蒙召做牧师、传福音过先知，只声明他奉派传福音的使徒和外邦人的师父，有没有？你看他有三个五重知识里面，他占了三个职位，就是传道、使徒，还有教师师父。哎，参题后什么什么，我们就不看，然后。一项或多项的呼召，当保罗第二次旅行到各教会时，我们以现代教会的用语介绍他来访的布道家 guest speaker 啦，或者 guest evangelist 啊，或布道家保罗。当他待在一间教会数月，天天教导他们时，我们会称他为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师。当他监督其中一间教会达数个月时，我们这称他为保罗牧师。虽然他传福音、教导、牧养，甚至有时像先知般地运作，但是他却只是基督所赐的一项主要呼召——使徒。除了少数例外，每位侍奉者只有一项特定的神恩赐的呼召，在整个侍奉生涯中的不同时期，他也许会发挥许多五重知识的功能。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我下这样这结论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我的亲身经历正符合这项原则。我牧会六年，然后全时间巡回布道达三年，接着在一所圣经学院当了五年教师，之后在1960年中期成立了国际基督徒神学院，有人称他为使徒的工作。而在这些期间里，我从未间断从事先知性的侍奉。过去43年来，我从许多不同人士那里领受了个人性的预言，那些预言经过记录整理，全部超过1000页，共包括20余万字，足够编成比本书厚三倍的书，就是比这本书，如果那本书你有拿到是厚三倍的书。这些预言并非来自一处或一人，而是在全球各大洲服事时所领受的。说出这些预言的人士包括有五重恩赐之物的代表、出信者、已案例超过50年的传道人和其他男女老少，说预言的基督徒来自历史悠久宗派教会、正统五旬节派教会以及不同营会和那个团契，
包括那些称为恢复灵恩信心国度先知性的，他们来自基督徒弟兄和姐妹的组织，例如国际全辈福音从业员团契 Full Gospel Businessmen 啊，和妇女发光团契 Women Agro， 他们来自特别的侍奉团体，例如青少年挑战 Teen Challenge。银盛事工 Manalata Ministry， 稀奇的是透过这些数百个人来自世界各地40年的数千次预言，对于我主要的职分和呼召却没有相互抵触。在我侍奉的起初20年，说预言似乎只是先知的职分，然而近20年来谈到成为使徒和以此成为先知的预言次数都却差不多。当我刚开始领受关于拥有使徒恩膏、使徒志士之类的预言时，我只是猜想他们那样对我说预言是出于他们所了解的使徒和先知所做的事。我处于五重要志士中领袖地位，再加上我讲道和教导都比较符合他们认为只有使徒才做的事。但是当预言不断地被说出，甚至来自那些根本不认识我的人，我开始重新评估我的态度和神学，调整我那僵化的立场，以为一个人只能拥有五重志士的意向而已。虽然你已经在不同的时期从事其他四种服事，但是最初你只是蒙召从事其中一项，而非三或五项。当神挑战我接受使徒职分和志士时，我最初抗拒他，我要求主解释这怎么可能，如何行得通，因为这并不符合那关于五重志士的呼召即差传的神学。以下是他使我了解并接受他的原因，因为我已经忠心于先知的志士，兴起一群先知型的传道人和先知型人士，所以他要给我使徒的职分的恩膏来做同样的事。1994年，我接受他先知性的委任，成为他使徒中的一位，同时也是先知。为了这事上调整我的神学观，他提醒我在使用才干方面，他所启示的原则，忠心与使用，以待处和自己有相同才干的仆人，将获得相等或更多于他们所拥有的。他启示说，因为我已经忠心地使用先知职分，又培养数百位先知，所以他要使我成为一支双管散弹枪，一个枪管是先知，另一这是先知啊使徒。圣灵会指示我现在该扣使徒的扳机，或先知的扳机，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或是同时扣两个扳机，因此不管我称他为使徒性先知，还是先知性使徒，或同等的先知使徒，我知道神要我维持先知的职分，并同时接受彰显使徒的侍奉和职分。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还没读完，我们把它读完。OK， 第六章暂停，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等下还是会读的人，我们暂停，我们来看这个，来你扒下去。有多少？哦，我的是，等谁要读的他有时间读。
给啊。夹味传到你去那里，不要再吃了，你很胖了，出来。来第三面啊，这就第三面啊。其实啊，你看来这个很面熟的样子啊，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们上的预言的恩赐，还记得吗？我现在我只用里面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然后现在给第一部分，你哎呀，把它拆到这样啊啊，其实它整本一本书来的。OK， 我们重新来看啊，这个是我年轻在十七岁所完成的东西来的。我们现在拿来读，大概没有不是很久，只是二十年前的东西吧，来了啊，可以来。给前言，苦难是先知的人生标准。有人啊，那 S 帮我读，我懒得读。耶稣说：“我看我不能读啊。”嗯，因为这是我写的，我。有人要跟从我，去扬蛇，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这个真理。岂不是更应用在先知身上吗？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马太福音13:57。就啊，给大家暂停一下。先知有一个特征，在他自己的家乡，在他自己的教会是不被尊重的。给来继续读下去。雅各说，我们要把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雅各书5:10。给暂停一下。那先知另一个特征就是他是做所有，不是牧师不给吃苦，不是传道不给吃苦，不是教师不给吃苦，但是他在五重知识里面呢，他是做能够忍受、能够忍耐的榜样。啊，说我是先知，但他不能忍耐，他不是先知。先知就是能忍耐，人家拿石头丢他也忍耐，因为他讲了人家不喜欢听的话，他被人笑，他说他也要忍耐。OK， 接下去。我并不是说祭司、立委文或牧师等可以例外不必受苦，而是先知承受的层面较为深刻。因此我相信这一方面彼得似乎有特别的考虑到先知和使徒的。他写道，亲爱的弟兄啊，由我念的试炼领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你不是遭遇的非常的事。彼得前书4:12，不，这种情况是不足为不怪的，反而是先知的标准。反而是先知的标准啊，给被人家这个这些思念啊，这东西啊，还有包括被十字架啦，还是不被尊重，这是标准来的。给来接下去。OK， 正如圣经的充满圣灵啊。圣灵和圣经是两个东西来的。圣灵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且度志的也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然而我的经验使我相信，先知所预备给他们的逼害和受和苦难，自然比其他的福音上的知识更多。因此所有的被称为先知的，站在先知的信事上站在先知信侍奉的，或者只是借着说预言的恩赐服侍的人，必须调整他们理应有的受苦态度。今天神仍然会透他们的先知讲话，人们依旧抗拒以
抗拒以及怨恨神的预言，魔鬼仍然尽他所能摧毁一切的先知，所以厉害和苦难成为了所有的先知要背的十字架。如果你不能够接受被排斥被拒绝，厉害和你服带的对象服侍的对象给你的压力，那么就不能也不配成为神的末世先知之一。但神的恩典总是伴随着我们，假如我们的用信心和服侍来回应这个呼召，顺服来回应这个呼召，他身上会流露双倍的恩膏。但他面对大量的排挤和迫害，尤其是来自以抵抗和抵挡真道的一些宗派，先知不是永远都受欢迎的，但总是经得起那些抗拒神旨意的人。他不愿叫人受伤，尽管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至于他呼吁他呼吁我们的悔改，扰乱我们的舒适的习惯，粉碎我们的尊重和偶像，摇晃我们的宗教的习俗。我相信先知是诞生，但不是天生，他们需要经历无数的培训。预定先知的呼召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上帝必须带他经历整个过程，好叫他成为一个能够承受先知的重担和压力。神带领他们的先知长出耶稣基督的性格，谦逊忍耐、怜悯、智慧和成熟，这些人有志神志经历了旷野经验，这样的人会比其他的人经历更深的试炼和苦难。他的生活有很多悲伤，他被人拒绝了也有很多次，通常总是有点孤单。其他的人没有这种的痛苦的经验，他们生活得很干脆。上帝使用先知他任何所处的经历，无论如何他总是确保他的先知会更加依赖他，很快地回应他。来接下去内容，OK， 这不用看啊，我有给你们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传递预言先知的预言。第一部我现在我们今天看第一部分的，第四部分好像我没有给你，但是我们打算要给你们。OK， 第一部分什么是先知？来，美云。见预言可以让你的生活特别化。根据圣经，什么是先知？一个被上帝的气挑问的人，从希伯来文纳比在旧约里有三百次翻译作先知。其字，我发现你们很喜欢改我的东西，要不要紧急读啊？其字跟意味着吃跟暗示词起泡了。对于一个常常有森林漠视下的人，这是一个适当的表达，像先知、尼迦
他说：“至于我，我借耶稣和华的灵，蛮有能力、公平与才能。由于这些灵里的搅动，先知看待圣经有别于经文的，不是圣经里的、经文经文有别于圣经教师，作为像以斯拉这样的教师，比较倾向于细经分析吗？细经和解经方面，目的在于让大家了解它的概念和原则。先知一样喜爱经文，但他们比较倾向启示，以启示和灵感。圣灵会推动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的心灵回应这生命的激动和目标。作为拿尼先知，他们的话就像一把两刃的刀剑，总是刺透再叫人活过来。所以你看先知我希望我给先知的定义是应该是很明了很清楚了。我相信没有人在此之前没有人给你们了解什么先知的真正的不一样了。这是解释我已经用很简单可是最准确的一个解释了。那比也不只是那个希伯来文，连我们的马来文先知也叫那比，他也是借来的。马来人没有先知，所以他没有这个字，他跟人家跟希伯来文借过来用拿比。OK， 给我们来看第一，来，嘉威。第一，旧约的先知，神的发言人。让我们看看在出埃及记第七章1-2面的例子。在此之前，神已经详细解释先知性的事工。15，而且你要告诉他，并把他的嘴中的话，我会以你的嘴，并以他的嘴，将教你什么，你们做。16，他必临到你的发言人，我会的，连我要以你的嘴，是你和他的神。出埃及记。4:15-16，因此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但先知预言，他们所说的话是主在说话，真神的话，他们的话是灵和生命，他的话将 A 不是政府每一个疾病 B 平静来自撒旦带来的风暴，西死不能结果的无花果树枯干。第一，拨乱反正。一，死人复活。F， 激励人们充满这冒险的信心。丢弃万事，跟从主，甚至走粮。惊涛骇浪的水面上。2，神的先见。圣经时代的先知不像洋娃娃，没有表情，没有感觉，传述上帝的话。他们被称为先见，因为他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志和道路。再举一个例子，伟大的先知以赛亚，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2:4，先知的真知，拙见，就是他看到的东西跟别人看。2，新约的先知，那么先知在旧约与新约之间有什么差异呢？来到新约，假如我们要先知给我们生活上的指引，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有一个更美之约，希伯来书第8:6。
因为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新约里，我们的身体成了神的殿。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我们凡被神的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每一个信徒应该学习自己导致遵循圣灵的带领。我们不应该向任何人寻求指引导。有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喜欢这样做，因为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这样会让一些存心不良的人利用这样的方法操纵其他人的生命。要知道在你里面是神的灵在带领引领你。假如任何人说任何事已经在你心里有印证的或者的话，忘掉他吧。那我们举一个例子，请参考读，请阅读。参阅。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十一，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束腰和腰带绑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带在外邦人手，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值得注意的是，雅加布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他没有说上帝的旨意是如何，他没有告诉保罗应该去还是不去，他没有给保罗任何的意见，他只是告诉了保罗前面会发生什么事，保罗必须自己做决定。有些人认为保罗错过了上帝的旨意，神的灵是告诉他不要去，但并非如此。但保罗劝勉以弗所的长老们，他说，当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困锁以什么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活在上帝的旨意里，因为圣灵早已指示他了。 OK， 那暂停。所以你看呢，保罗的一生，他知道他有多少的年日，他知道他要赴业，就好像你跟女朋友赴业这样，他已经跟上帝有个约定，他就是回应这个赴业，就是要完成他的路程。不是他一个有上帝的呼召啊，有上帝已经安排这个路程，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保罗说这个路不是一个普通的路，这个路是路程，上帝已经预备给他该走多少路，走多久，要经历什么都上帝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呢，保罗就是拼命吃三郎，就是走完这条路。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这就是一个有呼召知道他的路程的人的态度。来，我们接下去。新约先知的服事能够回答一些不能靠单靠经文的问题，这些都一直放在教会的先知身上。有人会问你，从新约哪一个例子来验证这种说法？那你可以找到人们为同一件事去找先知，寻求先知性的指引。新约里没有记载过建议教会先知用有所有就业薪资的职权，包括基督本身。
先知的恩膏和恩赐，假如新约里没有去除旧约一些习惯及事工，这样这些仍然在教会的时代存在的。耶稣成就了所有律法和先知，当他升天，他将先知的职分还给教会，还给教会。耶稣在新约所赐的比旧约更好。耶稣赐下了先知，他们拥有旧约里的所有权、自权和特权，甚至更好。是的，一个人在相信上帝能够解决他问题的前提下，去寻求先知，和先知是被允许的。你可以提问，并期待答案，但是你的动机、你的态度以及你的问题必须查恰当，并且以正面接受收成果。基于这个原因，你不应该去找先知，除非你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你应该寻求上帝，祷告，翻查圣经，并聆听上帝的话语，直到你相信你有个答案。然后当你见先知以前，你心灵做好准备听取先知的话。 OK， 来这里。先知的智慧呢？圣经里手无本书，神的律法对每一个人的生命有详细的指示。然而尽管以色列有律例，神哪能继续兴起先知给国家领导祭人们交祭体的信事？祭司和立位人教导神的话，但先知也抄指示阅读或教导神的话，他们按当时情况和需要来传讲神的话。第一，圣灵是否取代先知？有人说，教会并不需要先知的智慧了，因为上帝已经差派圣灵下来了。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说法，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教师来教神的话语了，因为每个时代的圣徒教没有的啊。必把嗨还要把嗨的，都会有圣灵和圣经，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将基督的一切指示我们，并且成为一个光照者、领导帮助者的推动者。约翰福音16:7-15，约翰一书2:27，我想这样的话，教师比先知较容易被删除掉。意思说，如果先知不因为有了圣灵，有了圣经，就不需要先知，那么教师更会容易淘汰掉，他更不需要。OK， 接下去。如果先知上天是基督的教会不需要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上帝的话语，还有圣灵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以神话语很个人化的启示我们。同样的道理，我们就不仅是要删除掉教师，到最后还包括其他所有的五种知识呢？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再需要传道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只要给大家一本圣经，圣灵就会来完成感动和救恩的工作。同样，教会不需要使徒做拓展和建立教会的工作。因为教会已经由最初12门徒成立了，亦不需要教师了，因为牧师了。
师了，因为圣灵和圣经会给预知的，并且耶稣是个好牧人，亲自牧养他的人。 C 先知自是智慧是不断不间断的，我们应该注意先知是唯一的智慧，都在每一个时代运作着，并由始至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存在。先知是唯一的智慧，不受任何朝代时代新旧业限制的。那些将上帝最纯粹的心意向着人类传达和体现的男男女女，整本圣经里提到的这种人的工作，就是先知的地位。OK， Debra， 接下去。是如何成为一个先知？要成为一个先知，他首先必是一位传道人、牧师、传道教师。他有神的呼召在他生命里。第二，他至少有两个启示性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及分辨真理。加上说预言的恩赐展现在他身上，没有被神呼召成为先知的传道人或其他信徒，可能他也有以上所讲的恩赐，但区别在于先知的恩高性、权威性和功能水平。一个信徒可以拥有说预言的恩赐，但这恩赐只局限于造就、安慰、劝勉。哥林多前书14:3，先知在服事的时候，他或他的恩赐、恩高和赐事，令他或他有权柄带来什么？谴责、纠正、指示和指导。透过他们神的话语 ，rhema 被释放，就像其他四种赐事，如使徒、传道、牧师和教师。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劝导和传讲的一样，我们必须牢记，先知知识和呼召不是由自己选定的。任何人试图将自己自封为先知来发预言，这样是行不通的。通过人的推定，就算拥有信仰声明，尽管有人的预言以求满足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是一定行不通的。先知所有的发源必须起源于上帝的心意、心思意念，才能创造出果效。总有一些人学了一些方法，然后是尝试通过信心的方式当成是神学教导和教义训练站在先知的岗位。但是这是圣灵的工作，在一个神命定的先知职事，任何的代替都是假冒的。五，谁是假先知？先知和预言有很大的影响，并影响人们的生活。如果先知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和动机、基督的品格和圣经的原则，他或她便可能借着超自然的知识、意象、启示和奇迹来控制和操纵人的生活。相反的，如果一个先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和动机，他或他拥有极大的能力为上帝使人们走向团结、顺服、谦卑以及拥有基督的气质。如果假先知、错误动机的传道人，又或者不很成熟的信徒错误地操作先知性的工作事工，他可以在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在五重指示里面，我相信先知最需要知识、智慧和适当的培训和试件。先知们必须有知识，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陷阱。可以暂停在这里。我的是不是那个字太小？以后我拼大一点。我发现到是不是？对，他的时候啊。OK， 我的时候。啊，
第六，神爱他真正的先知，然而上帝对他的先知很感兴趣，他在圣经里有强力的宣言，不要恶待我的先知，请你们不要恶待他的先知，这上帝的命令来的。耶稣对先知的评价是高度敏感的，无法发觉先知的存在或阻止他讲他们讲论，就是不许上帝在这方面的发言和权利。他说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Believe his prophet you shall prosper。 列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二十章二十节。坦白说，我很多经文我会读英文，不会读，我会背英文，我不会背中文，我不会背起来。对于他的先知，上帝是非常敏感的，伤害他的先知就是好像伤害他眼中的同人一样，拒绝上帝的先知就是拒绝上帝本身。第七，人对先知自私的误解，许多人认为先知是什么都也不做，只是到处发言，小狼人。哎，先知不仅仅发一言，很多时候他当下提出的启示，其实他不是在发一言，他只是透露些他所知道的事，例如借着圣灵指明天将明年明哎指明哦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哎，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八节 B。先知不仅仅有启示的功能，这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先知认为一个先知总是有启示，或者总是想找机会放预言。C， 首先，先知是一位传讲和教导神话语的人。D， 按手之礼和先知自治是分开的，先知都很讲究按手之礼的。OK， E， 医治的服事也随着先知的自治，当先知自行医治或其他恩赐，这是先知的服事。第二点，许多人认为先知总是有预测未来的本领，他们知道一切周遭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了如指掌，他所知的仅仅只是主批准的，你不能只需按钮，就好像一台录音机如此操作。列王记下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七节，诶，不可能是这样。假如先知是无所不知的话，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再给他万分之一的机会，也不敢对他主人撒谎。乃曼在病得医治后给先知送一些礼物，但以利沙不接受，于是乃曼开心心地回叙利亚去，但基哈西向前追赶，并骗他说，我的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他连得银子和两套衣服衣裳。乃曼因为病得医治高兴得不得了，将礼物双倍的给他。基哈西拿着礼物藏了起来。当基哈西回到他主人的时候，以利沙问他去了哪里，他回答说，主人，仆人没有往那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可是假如以利沙真的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的话，基哈西跟他这么久不可能不会知道的，他绝不会赏识做这件傻事。B， 主只告诉你他想让你知道的事，他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因此当苏念夫人上了山到以利沙那里，就抱住他的脚，基哈西向前要推开他，以利沙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诶，所以先知不是什么都知道。OK， 先知只是比别人先知道，他不是所有都知道。OK， 有人以为，因为他是先知，我们可以随时向他要求说：“你有主的话对我说吗？”A，
不是你爱怎样就怎样的。 B， 神可以透过先知对你说话，可能他可能不会，大部分他不会。为什么？因为圣灵的恩赐是随时随随意，这里有点问题啊，随机随机啊。OK， 随己意啊，食了把食了不要，随己意罢了，食了把食了割掉，随己意分赐给个人的。第八，耶稣为什么还没有回来？有些基督徒问这个问题需要回答，既然基督耶稣是全能的，他可以做他喜欢的，如果他真的想回来，为什么他那么他为什么不回来呢？为什么没有在一过二世纪教会时代即刻返回呢？因为先知是关键。为什么今天还没回来？因为先知是关键。彼得形容耶稣啊，彼得说形，比如说彼得形容说啊，彼得说的说不要了。彼得形容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因此上帝将兴起一般的先知来开启教会的锁头，打开这世代的新启示，将真理恢复归回于教会。 OK， 所以为什么？因为先知还没有来到，就是今天有了 有先知有了，已经是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OK， 第九，先知预备基督的再来。施洗约翰拥有并且带来先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作为先知，施洗约翰迎接基督的第一次的来临，将会有一般的先知带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被兴起来。这般整群解体的先知将引验先知马拉基预言，就像施洗约翰引验基督第一次到来的预言，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将是一般的先知迎接他。给耶稣第一次来的谁帮他开路？施洗约翰。耶稣第二次来的谁帮他开路？一般的先知带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来迎接他。先知预备为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方式，是基督这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对神的话语带来启示的知识。教会的使徒和先知已被委任有做那种恩膏和责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只要教会有上帝的先知在，教会不会站在惊讶当中，因为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今天教会需要先知吗？一定要，要不然你永远活在惊讶啊！上帝在做什么啊？上帝是这样做的吗？因为需要先知带领而宣告。先知预备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先知们不仅预备主的道路，他们又为主预备贺用的百姓。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施洗约翰无法引验其中的预言，因为这里的人是教会。彼得形容他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是耶稣自己的血购买的人。保罗告诉长老们，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啊，毫无玷污皱纹等病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正像基督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他的宝血能够洁净，但他需要先知知识和其他知识为主预备贺用的百姓。第十，五重知识是必要的。然而事实上是神的话语强调指出，复活的基督为教会预备了恩赐，这些恩赐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这包括使徒治理、先知引导、传福音聚集、牧师看顾和教师照料。所有五重知识的代表展露
让基督的工作能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发生功效，叫我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真理，直到每一个肢体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直到每一个肢体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叫我们的爱心，好叫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年以严守基督。阿们。OK， 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又再回来这本小本的。OK， 刚才第六课。需要书籍吗？用啊，书籍够了啊。第六课，第六章。给老我读了啊。使徒和使徒先知呼召与使命，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这节经文显明了神的属性和他对儿女们的管教。他按着自己的恩慈和怜悯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我们可以从神爱世人、愿人人得救和基督爱教会心腹的心清楚看见他的慈爱。神的百姓要一起完成他对教会的心意。圣经很清楚地教导信徒不要在基督身体里自取服事的指示，牧师也不是自己选择做这五重之事。耶稣告诉使徒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五章十六节，神的恩赐和选呼召是完全出于神的主权，不是按人的价值和坚持而得来的分位。个人可以从祷告和进食的时间长短看出自己渴望忠于神呼召的意愿和委身度，但这都不能使我们得到在基督身体里的分位。过必使神给我们一些不是按他原先给我们所要的成就的服事。保罗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的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所有教会中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同时也可以用在所有得着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恩赐的人身上。神的恩慈显明在他随己意分给人的恩赐和呼召上。我们所得的永生圣灵和肢体间的服事不在乎我们的身份和或成就，而在乎神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他的严厉显明在他对我们严谨的训练过程，其目的就是预备我们去承接神呼召的使命。想一想，你过来，你一路过来到今天，你做传道，包括你做组长，包括你在哪一个服事，是上帝在准备你。你所有的准备训练，如果你说我没有看见，证明你的训练还不够。如果你没有看见，可能你的上帝对你的严厉还没有够够彰显。每一个人站在上帝的岗位，上帝服事的岗位上，你会看到他身上的十字架的伤痕，你会看到他带着十字架的上帝十字架的对付，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今天你不要羡慕，不要用人世界的眼光来羡慕，我希望成为使徒，我希望成为先知，我希望成为某谁谁谁，而是更羡慕主啊，愿你在我身上雕刻的更深，十字架的对付更深，十字架的那种的击打更深，才能够来服侍你。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价值要改变，我们要看不是那个位置，而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我从来不怀疑，也从来不稀罕
上帝把我放在那里，不是我不一样，而是我更切慕的，我更向往的上帝。你如果你爱我，如果我要知道上帝爱我，或者我是爱上帝的，我是深深的愿意被上帝来对付，来严厉，来陶造。当我愿意给上帝陶造和塑造的时候，我不怕，我也不担心上帝放我在那里。我知道放在那里都对的。如果我不肯，也不愿意被上帝对付，也不让上帝来雕刻我、磨练我，我想去那里都错的。明白我讲的吗？ Okay. 多给谁，就向谁多去。耶稣对他百姓的爱实在难以测透，但神似乎对那些被呼召要承担五重之事的人有特别的爱和以委身。主耶稣将自己的性情、恩典、恩赐和知识赏给他们，因此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路加福音12:48，那些被呼召在这方面服事的人必须经历更严谨的训练过程，才能被神差派去执行这五重之事。他们也会比一般的肢体受到更高标准的要求和更重的审判。看一页雅各书3:1，这个原则似乎是特别针对那些蒙召做先知和使徒的。凡被召做使徒，神的特使，和被召做先知，直接传达神话语的人，都有更大的职责。使徒和先知双重的职事，就是建立教会、基督教会的根基，而借着圣灵从神领受启示，但也要求他们的生命每一个层面更顺服、正直、公义，也更像基督。然而他在基督身体里，他们的服事必须比其他服事更精准地将神的话语、心意和带领启示出来。使徒和先知必备知识。有一段主要的经文曾谈到基督的各个肢体，从得着神的呼召到被差派出去，所必须具备的态度和行为。这段经文特别适合用在那些有很高呼召使徒和先知们身上。他们不能因为得着个人呼召的几个印证，并已开始按这呼召服事，就以为得着被差派的指示。使徒保罗以他多年服事经验向神呼求，并对教会发出呼吁，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意，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筛，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因此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仿他的死，或者也得着以死里复活。这不说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讲的。我感谢神哦，上帝又在印证我今晚我要讲的经文，就是这个经文。保罗复议，凡蒙神恩召的人，在神被差派去服事之前，都必须牢记这些事。第一，要将一切为提升自我的荣耀和自我保护知识当作有损。你看呢，这个作者很好，他不是说叫你丢啊，你爱世界的心啊，这是很基本的这要求。他说把什么丢掉，把提升自我的荣耀，就是说你自己装备自己很好了，不是一个荣耀，这是应该的。还有自我保护知识都当作有损，
你越保护自己，你越怕伤害，你越怕人家攻击，你越怕你受伤害，我告诉你，你就很难，因为这必须要丢弃的，自我保护知识要丢弃，不仅要当作有损，更是要受损失之苦。第二，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完成神呼召你去做的事。最后，要忘记过去所有的成就，以失败接力向着标杆直跑，得着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你来的奖赏。被召的人多，但选上的人少。因为基本上他写的经文，他相信的经文跟我跟你讲之前讲的一样模一样。留意耶稣在两种的状况中所分享的这段话，一个是关于人的态度，另一个这是没有做好恰当的准备。第一，关于那些他在葡萄园工作时间长短不易的人，他对神的奖赏错误的态度；另一个这谈到国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而那些被邀请来参加宴席没有做好准备的比喻。我知道在这段文字卷显这词与拆牌是同义词。从解经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可以解释为被召的人多，但被拆牌的人少。换句话说，在基督身体里，许多人领受一个很高的侍奉呼召，但因为他们的态度和预备不足，所以无法贯彻到底来完成这极高的呼召。因此可以说，被召的人多，但很少人达到他们在基督里所得的呼召。得胜并非属于那些接受呼召并且开始竞赛的人，而是那些完成使命并且忠心贯彻到底的赛跑者。懂得羔羊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启示录第17:14。所以被选不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被召不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被选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要做好准备，态度要好。哎，这个是神的神圣过程。神呼召一个人成为先知、使徒或君王的过程有很多例子可循，大部分的人都经历一个很长期的间隙阶段训练、考验和试验，神才会差派他去完成呼召。如果在基督身体里对此一原则有更多的认识，便能除去很多的余力，可以帮助那些知道自己呼召又无法完全按神哼召而去行的人。一个人通常会透过启示性的话语、意象、异梦、心中很深的确信，或有先知对他发预言，或透过一群先知长老群领受神的呼召。例如当神呼召他们成为一个使徒，一般采取的做法就是马上想去完成使徒的职分。这对那些蒙召却还未装备好的人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困惑和沮丧，不仅影响到他们自己，也会影响他们的配偶、家庭和他们一起做工的人。一个人在神的时候未到的之前就想尽办法去服侍，这情形就好像一部行进中的车子，一旦门油门和离合器收放之际未切合时机，便会导致车子无法行驶的平稳。我们必须记住，神就是那位赏赐呼召的神，是他主动发起五重至四圣灵的恩赐，和在教会的服事不是开胃菜，可以让我们随意挑选。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将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哥林多前书12:18。但是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跟着老师你说这样子，并且神在神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更多十二章的十八节。当我们个人蒙恩，都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如果我们说我们选择当牧师，我们不要做一个先知，或者我要成为一个使徒，不要做教师，这样就不能期待神给我们正面的回应。只有神呢才能拣选和指派人，只有神才能拣选和指派人，只有神才能拣选和指派人。OK， 怕强调不够啊。我们只要回应要或不要，接受或拒绝，不要。不过如果他我们拒绝，神会透过环境让我们愿意接受，他会继续这样做，直到他确知我们不会回应，这时他就会将这个呼召和恩膏以转移到乐意被神使用的器。哇，可怜哦，上帝给你的结果你不要，上帝拿去给别人哦。在圣经里有类似的例子，如扫罗、大卫、以扫、雅各。如果这个人对神有积极的回应，神就会开始透过圣灵带领这个人从蒙召到被差派成为使徒，并透过使徒彰显神迹奇事。圣经也谈到天使被差派去帮助那些得着救恩的人，和那些接受招呼召去影响神恩典和荣耀的人。圣经中从蒙召到差遣的例子，差派的例子。 OK， 我越大致越看不清楚了，怎么样跟你们倒转的。大卫是完了一点点问。大卫是有先知恩赐和有恩赐的诗人，虽然他小时候只是牧羊童，却蒙召为全以色列的王。他是这预备过程中很好的例子。让我们来看大卫从蒙召到被差派的预备过程。他大约在13岁时蒙召，当大卫被吩咐回来见先知撒母耳时，他忠心牧养父亲的羊群。他透过按手和预言呼召大卫做君王的侍奉。那时先知撒母耳用神圣的膏油膏他为王，神的灵也膏他为王。这个举动并未使他的兄长承认他为以色列王，大卫也没有给自己大卫王的头衔，他也不自称我被预言要做王，我要被高为王，如果你需要王的服侍就来找我吧。我见到一切年轻的牧者被预言和蒙召成为先知，他们就马上在名片上印某某先知，在明面上写着我已经蒙召并高为一位作为一个先知，如果你需要先知服事就找我吧。蒙召成为使徒的过程，当一个人蒙召成为使徒时，他该怎么办？那人应该对神说，主啊，我接受使徒的，没有了，我不要紧的，这个我不打算要你们读的，所以我就没复印。所以看我们看到，我这个只是讲到先知和使徒，其实每一个仆从之事的人，上帝呼召你做先知也好，牧师也好，使徒也好，教师也好，都有一段的训练过程。所以你在训练过程的时候不要埋怨，不要灰心，也不要因为这么样而放弃。我看回来我以前也是的，我不觉得以前我牧师的那种的训练方式或者那种的残忍的手段，对我来讲是一个，我会回想说，哎呀，这是一个很愚笨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好的。当然，我们在今天到了回来，已经站在这岗位上了，我们也把这样残忍的手段加在你们加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好命很多了，很离谱的。因为我们今天讲回来，彼得牧师也是啊，我彼得牧师以前甚至被他的牧师打耳光，这些过程我们都很委屈，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觉得我们尽量不要，我们有这样的产生的感受，我们尽量不要把这些东西加在新一代的传道人身上。
我没有叫你来洗我的底裤，我也没叫你来洗我的衣服，我也没叫，我就我不必要来磨练，包括你们今天全职的传道人也没有拿到200块的薪水当薪资，我们没有虐待你们，我们不要你们过这样的苦。牧师是以前读神学的时候交给他200块，我很好，我有600块，但是我的600块是分到完的薪水有了之后啊，他知道了分到完薪水之后啊，才有剩的就是我的薪水，有600块就好了，没有600块你就看哦啊，所以你要吃老人院的 饭就这样，很多年，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所以每一个上帝我有我的过程，李牧师有李牧师的过程，你们也有你们的过程，所以当你有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和学习说，上帝在磨练你，不是人来苦待你，不是人对你跟你过意不去，一定要折磨你，不是的。有些环境，上帝在摆在你的里面的，摆在你生活里面的，他是要帮助你的。你的属灵有用处啊，你的属灵用处有多大，不是在于你本身的才干有多大，你的属灵的用处有多大，在于你所受的训练有多深。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一段的时期我很排斥，我很讨厌成为一位先知，我连提先知这两个字啊，我都要吐口水那种感觉。但我很知道上帝呼召我成为一位先知。为什么我这么讨厌先知，我和排斥先知？因为我看到先知的苦，我看到我被人拒绝的那种的感觉，我感受到很多去帮助人家而没有被赞赏，最后还被人家批评，还去被人家陷害，那种种的经历而因为而退缩了。我甚至不听上帝的声音，不祷告，不读经，我有这样的那个阶段，因为我说神啊，够了，我不要再听了，因为再听我又再去要去讲了，我一讲我又再去碰墙壁了，又我甚至是这样的人，每一个人都要经历，那时候我们福建话叫板，我经历这个板的阶段，兄弟我跟我尽量板了每天，多久？很久，但是越久，那个东西拉得越长，你的过程越痛苦。我甚至你板到一个程度，很久，2年3年，然后甚至。上帝真的拿我没有办法，我离开了教会整七八年，我去做别的东西，我是被呼召做传道，但是我去做别的东西，去做老人院啊，筹款啊，找钱啊，然后去印尼啊，带人家去再带中国妹回来，我去带印尼妹回来啊，来做工啊，我就做其他东西，偏把旁边的东西，而没不做我要上帝要我做的东西，故意没人知道我故意，那时候我也是在我属灵的跌倒，慢慢的跌倒，属灵跌倒不是一次过的，是慢慢跌倒，没人马上跌倒了，他知道他板慢慢的离开，慢慢的不做上帝的旨意，不做上帝要他做的东西，直到我慢慢的走出教会，离开教会，在离开教会，上帝感谢神，上帝是慈爱的，上帝给总是给机会的上帝，而且感谢神，上帝不是给机会的上帝，上帝总是给第二次机会的上帝。那回来这里，我也是蛮，我说不要了，我也因为我没有敢不敢期待太多，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指望了，我浪费那么多年又去做传道，还要读神学，还说什么，我说我已经太老了，不要了，所以我不坚持。没有人可以做见证，但是起码李牧师可以做见证，我坚持不站讲台，什么都不要，只是我吊儿郎当。其实我回来教会的那
那几年呢、啊？2005年我是很快乐，什么都不要做，哎，只是做参与者，很爽，很舒服。但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哇，很高兴，哎呦，什么都不用做，看别人做，还在那边批评。那我，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态度了。我是说，我是形容有些人是这样啊，不做又在那边批评了。但是上帝总是有办法，上帝让你顺服有办法。我说，哎，上帝有一天，哎，来到一个程度，你要拿掉我心，上帝会给你这样经历的，不用怕的。你蛮，如果你很蛮的话，你继续蛮，但上帝会有办法的。我的办法就是在那个生命的关头的边缘，上帝对我说话。我记得我告诉你这个见证，我讲了，我还是要再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真的经历那时那一刹那，我剩下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呼吸，上帝在跟我讲话。我跟林牧师去吃意大利餐，带他全家人去吃意大利餐。哇，大家很高兴兴啊！我讲啊一大堆什么，哦，我就叫一个牛扒。我不知道那天的牛扒为什么给我那么老的牛，啊，咬咬不断，切也切不断，连牛肉也跟我作对。当你生活不对的时候，牛肉也会跟你作对。我切也切不断，然后咬咬不断，然后你咬在口中然后咬着很难看嘛，我直接把它吞下去哦。吞下去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卡在我的喉咙那边，我不能呼吸。不能讲话，我喊我没有声音喊出来，因为已经卡在那边了，也讲不出来。我一直在摇他们，希望有人看到我，没有人也看到。好像那个时间呢、啊，在几秒的里面呢，好像上帝特别把你隔离，剩下全世界只剩下两个对立吧，你和上帝，你要这样。大家彼得他太太他儿子都在我身边，可是他完全看不到我。上帝把你带入另一个空间，只剩下你和上帝的对立和对决，你该怎么办？我想办法，我什么都不能了，已经我脸也黑掉了。坦白说，已经是没有呼吸的那个空间。然后我就，原来我也是怕死的人，我就在桌上，忽然间想到拿桌上沙啊，我们有什么就拿一杯水自己灌自己。我有。在你这样关头的时候，你想办法什么都做了。灌的时候呢，就好像你家里的那个杯心的洗脸盆一样，那个杯心丢塌了，那个水冲的咔咔声呀，那整块的牛肉从我的喉咙里面飞出来，飞到整块还好好的，好像刚才没有切过，还没有煮过，还没有吃之前的那块牛肉飞到我的盘子 ，exactly 在盘子上。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没有，怎么大块？我以为每次都我吃咬不断，咬不断东西可以直接吞吗？都能过关吗？这一关不能过。现在所以我现在吃牛肉也是有点阴影的，我咬不过我就呸出来了，我不要再咬了。然后那一刹那我呸出来的时候，上帝就跟我讲话了，你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下子我就给拿掉了。上帝等我顺服。那一天我很清楚上帝对我讲话，很明显的就在你生命呼吸的最后一个关头。我说好，我回应你，我愿意放弃，我愿意走十字架的路，虽然走得不感应，但是我愿意。从不情愿到不甘愿，到现在心甘情愿，这是一个过程。那个一段过程，你有曾经想回去上帝身边？啊？那个过程，你在叛逆的过程。也没有想要回去上帝面前，我有在上帝面前呢、啊，没有说没有在，我有去教会，我有去祷告，我有去，对，有去什么？但是谈到那一部分，上帝，我们不要谈了，以后再谈，知道吗？我没有说我没有拒绝上帝啊，上帝要祝福我，上帝要对我啊说其他东西，不就是不要谈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谈。好像常常你跟你的老公老婆不能
touch 那个话题，我们就哎呀，我们以后再谈，一谈就翻脸了，吵架了。哎呀，我们不谈这个东西，我以后再谈。我唱歌唱的是这样的，哎好，不谈，这东西我不谈，我不想听啊。我还不是时候，上帝是很久忍耐啊。是不是跟时间有关系啊？是说上帝给你的时间到那个黎明时候啊，你不得不回来。上帝很有把握，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他对我们都很有把握。你说那个是上帝定的时间，或者你的时间已经到，你是我们人的角度去看，但上帝知道你什么时候，他很有把握。就是说是上帝时间，就是说我，比如说。你很想要回来，可是时间没有到，你很多方式，你的个人的那个人的。那我告诉你了，你这个都是借口来的，这些都是借口来的。你们都有孩子的人了，除了我没有孩子，哎，啊，还有那帮没有孩子。但是我曾经做过孩子啊，我是人家的妈，人家的儿子，我很清楚，有两种孩子。一种呢很烦的，一定要顶拉过去了，藤条过去了，他才听话了，是吗？但是另一类型的孩子，藤条还没拿出来啊，妈妈大声喊一下他就怕了，我给他听话了，不敢做了。然后我是站在藤条拿出来，藤条打了和还没喊出来的中间，我看到上帝拿藤条出来了，他还没打。哎，上帝，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我是那种，哎，我知道那个下去啊，那个管教是很严厉的，很痛的，我就很害怕。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在浮浮沉沉的多年，我知道这个又来了，这个过程来，哦，不要了，不要，我林肯，我说干，哦，我剪掉这个，干你哦，为了时间要。熊熊企业都拖枪，打我就是不要给打打的过程之外，他会重复这个过程。如果你有五十年里面，上帝就重复同样的过程 process。你遇到同样的人，为什么你我们常常怪别人？为什么这个人我遇到这样的人很讨厌什么？他是你自己没有看到你自己。上帝把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把同样的人给你，因为你那个你还没有不能克服和不能胜过的地方来的。你一直面对，虽然你去不同的地方，去不同的教会，不同的那里，但是你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你遇到的人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上帝有耐心？我常常跟人家讲，上帝是没有时间的，因为他不用穿手表的，你有时间的。你越早的回应，就省很多的麻烦；你越迟的回应，你以后会后悔。今天我常常带着一个后悔的心，很后悔我在这世界上，在世界混了七八年。这七八年我可以做很多东西，为教会，为上帝。今天我浪费了七八年，这个后悔每一次我在服侍，我不会有好和坏，这个后悔让我遇到什么难题我也不会放弃。坏就是我常常我很亏欠。上帝我亏欠你，我亏欠你这个七八年的时间。